特意给大家准备了点零食大礼包，这个是真的零食大礼包，可以背上了吗？对，你可以背上试一下。哇，这个我也做过这个包，背走。上学了，上学了，要是上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包，风云人物啊！哇，真的是风云人物。啊，这个不是。 你背一背，不是，这个东西不是，有一年就是那种小时候会流行在朋友圈秀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吗？真的，别人有的你也得有，别人有的你也得有，这个不是很像那个六一儿童节的那种没错，大礼包，特别适合你今天。你有吗？你有吗？去上学吧。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临时大礼包获取呢是有一个方式的哦，就是要完成一个小挑战，叫做报不是纯送啊。你是老板，你这点营销策略都没有吗？纯送啊！来来来，什么挑战？这个游戏叫做转圈接球，一同姐应该是玩过的。哦，我熟，跟着我走。啊好。新朋友连游戏都玩过。来来来，哦，球都在这儿了，球都在这儿。 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球啊！来来来，出来，我给你们讲一下玩法。那我们先把包袱放下。把包袱放下吧，不要有太不要有太多包袱。对，把你们的包袱都放下。一同跟他们仨不是一个系哈。不是哈，不是。你是，我是那个买儿孙运送来的。纯来玩的。送来玩的。但我们都是恒星体系的。啊，哪个体系？恒星体系。恒星体系是吧？思密达人。恒星体系就是。 恒星引力的剧，费了好大劲，就是制作公司的事儿，我还得了解这么透彻。对对对，刚说恒星体系，我以为我哪个剧又看漏了，制作公司啊。现在录个节目还得了解这个剧的制作公司是哪家公司哈，太难了太难了。你这个是多巴胺吗？多巴胺。